你要是不知道稽查队的路怎么走，我带你去。走，强子，强子，走啊！强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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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们辛辛苦苦终于建立起了一条大破日本人的封锁，把药品运到战区的渠道。子健，就是这条渠道的负责人，他要是被捕了，这一切可就全完了。 你说的这些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跟秋月有关系吗？强子，强子，强子，你想一想，前线战士在浴血奋战，他们每天都挣扎在生死线上，可是没有药品呢。没有这些战士为我们守家卫国，我们是干等着成为亡国奴啊！ 强子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何老伯，您就放心吧，我李子健一定会把秋月救出来的。好，李子健，这是你说的话，我记着。如果秋月跟他爹有任何的闪失，我强子绝饶不了你。放心吧。 哎，强子，，走吧，别等了，铃木先生不是天天都回来的，已经给过你们小费了。嗯，要是再赶我走的话。等铃木先生来了，我一定告你的状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他等就等吧，反正一小时一块钱。哼，这可是他自己定的价码啊。铃木先生，严小姐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找你有要事。那就请吧。嗯。铃木先生，请进吧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铃木先生，秋月是无辜的，求求您放了他吧。无辜的？杜秋月是同共重罪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爸被抓之后，我去找过秋月，骂他没有责任感，才害得我爸被抓。秋月是为了替我爸顶罪，才把一切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的。不过要放杜秋月，代价是很大的。嗯，这个我懂。一心这个企业可能在您看来并没有多大，但是已经是我们严家的全部了。我爸曾经说过，把一心股份的30%会转到我的名下。如果秋月能出来，我就全部送给您。30%的股份，听起来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嘛。这么说，您答应了？菲尔小姐，菲尔小姐，你放开我！这是这。
菲儿小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子健早就不在家住了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对啊，子健早已不在家住了。菲儿小姐，老爷太太都不在家，你也快点回去吧。要不要我帮你叫辆车？等会儿宵禁，你就走不了了。等等，好了，别哭了。铃木那种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心术不正，还跑去求他救人。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呀。再说了，秋月是为救我爸才关进去的。要是能查出来，是谁藏匿的药品就好了，省得这么多人受牵连。菲儿，你当我是好朋友吗？嗯。那我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不许跟别人讲。嗯。来，继续吧。强子，强子，强子。嗯。你大白天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？你不能这样。你怎么来了？你爹不是早就放出来了吗？秋月现在还被关在牢里，你就把康乐打理成这个样子，这样挺好的，又不关你什么事儿。怎么不关我的事？秋月是因为我爸才进去的。虽然秋月在我们家帮过佣，但是与我情同姐妹。康乐是他一手打理成这样的，你就把他弄成什么样子了？还有你们，你看看你们一个个无精打采的样子，要是秋月回来看到你们这样，心里会怎么想啊？秋月姐，秋月姐怕是出不来了。我去把他顶出来。强子，你不用去了，秋月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你说什么？啊，我这次来，就是希望你能帮我个忙。子健。好的，这样，我在门口等着，你们有什么话快点说。好。嗯。子健。菲儿。我好想你。我也是。子健，我已经查出来了，是谁把潘尼西林塞进一心的货物里的。是谁？你爸。我爸。消息可靠吗？是子玉告诉我的，我悄悄带二顺去认了人，去送货的就是任经理。这件事情我会跟我爸好好谈谈。子健，要是我进了稽查队，你会这样的救我吗？当然，我当然会这样救你。那在你心里，是我重要还是秋月重要？同样重要。菲儿，我知道，我怎么说你都不相信，但我说的是真的。你和秋月在我心里，真的同样重要。其实，在我心里面，我一直都拿你当我妹妹，但我同样挂念你，同样希望你能够幸福。
菲儿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我这样说，你心里又会很难过，但我说的全都是真话。我不能给你幸福，但我真心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幸福。菲儿，什么？车胎爆了？我说你是怎么开的车呀？这么点事儿你都办不好？马上就要宵禁了，你叫我怎么回家呀？好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自己叫个黄包车吧。哎，黄包车，去花园路。这是哪儿啊？啊，你认不认识道啊？这，爸，嗯，子健，子健，你瘦了，不过没受伤就好。哎，前些日子你不是捎信说你在华北抗日吗？现在华北沦陷了，回家来吧。反正咱们家呢在租界地，日本人也拿咱们都没办法。我现在在苏北，在苏北打游击。哎，我真拿你没办法呀。爸爸呢是个典型的商人，管他呢去卖洋货还是卖日货，只要能赚钱就行。儿子是个革命家，看谁不顺眼就抗谁。可是，嗯，爸，您说的没错，您作为商人目的就是赚钱，但做人不能没有底线。怎么没底线？嗯，我不杀人不放火，合法做生意，这叫没底线？你把叛逆西林藏进严鸿生的货里，诬陷他通共，这就是没底线。你胡说。我没有胡说，有人看见送货的就是任经理。谁说的？二顺。二顺，就是妓院看门的那个打手，他的话谁能相信呢？二顺没有人相信，那么子玉呢？你多伟大呢，闹了半天就为了一个女人，就要让你爸爸自动走到监狱里去。我问你，如果这个人不是秋月，你会来找我吗？我当然会。爸，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来找您。其实我今天来找您并不仅仅是为了秋月，也是为了严鸿生，还为了我们中国整个的民族产业。求你，
好，我不说了啊！你是读书人，动不动就上纲上线。我呢，就是个商人，啊，浑身的铜臭气，我见利忘义。爸，不管是读书人还是一个商人，我们都是中国人。如今大敌当前，我们不能仅仅为了几分股权就打得头破血流。 您就听儿子一回吧。儿子，我告诉你，发国难财说起来难听，但换句话说，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你求我也没有用。 我不是求你，我是向您告别。明天我就去稽查队，我相信林木只要抓住我，马上就会把秋月放了。你要挟我？我在要挟我自己。你拿我唯一的儿子来要挟我，还不是逼我？ 答应你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。从此以后，你走你的路，我走我的路。以后，你要是再胡闹，闹到我这儿，你可别怪我不讲情面。杜师长。 到了这一步，你认和不认，结果都一样。你自首的话，我还可以四处活动，兴许还能让你早点出来。那董事长，我的家人，我来养。好吧。 这个李兴达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现在又派他的经理出来顶罪。太君，你说这是为什么？肯定是为了他那个宝贝儿子李子健。这么说，李子健现在就在上海。 所以李兴达着急了。好，你派人盯紧李兴达，这次一定不能让李子健跑了。您放心。那杜秋月父女怎么办呢？如果能抓到李子健，让他们在监狱里团圆，不是很好吗？ 好，这个办法好。报告，长官，刚才那个李兴达的打来电话，说他把认罪书送进报馆，他还说，说什么？如果这事没有结果，明天就见报。哼，我不相信上海有哪家报纸敢登他的东西。可是，那是租界地里的洋文报纸。 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？放人！是，快去啊！秋月姐，秋月姐。 秋月，孩子，太好了，爹。
孩子，秋月，孩子，把货还给你。你拿我寻开心啊？我倒是想问问，你凭什么？首先呢，这货是被扣押的，现在真相大白，我们是被冤枉的，这些货理所应当要还给我们。是严鸿生叫你来的吧？这跟严鸿生没什么关系，主要是这批货是在我们康乐的船上被扣的。放屁！这货是一心的，要还也得还给一心，你蹦出来算什么？严鸿生，你问问他，严鸿生敢不敢来跟我要货？严鸿生敢不敢跟我也没关系，我只是想把货拿回来换回押金。鬼才相信你会为这个押金到我这儿来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我确实是为了这些押金。货呢，我是不能给你，货在日本人那儿。不过你要缺钱，我有。哼，胡爷的钱强子怎么敢要啊？再说了，我在康乐说了也不算。你甭给我耍心眼儿，就康乐那个破百货公司，给我还不要呢，送给我都不要。那胡爷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？就因为你是我大舅子，强子，我是不忍心的，看你跟着那个杜秋月受苦。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也该成个家了。你到我这儿来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钱还来得痛快。我知道你是舍不得那个杜秋月，可是你想想，你有了钱，康乐就能周转，那样杜秋月还能离开你吗？好好好，既然你一根筋，就当我什么都没说，你请自便啊。胡爷，要是我强子肯留下，是不是那批货就能还给我们？哎，咱们可先说好啊，你要是因为那批货才留下来的话，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，你也什么都没听见。我强子是自愿留下来的。好，既然是自愿留下来的，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胡爷的规矩我明白。好，来来来，坐下说，坐下说啊。来，哎呀，就凭你这一身本事，不说别的，就说你到我这稽查队干个小队长是绰绰有余。春花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给你哥安排前程呢。什么前程啊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你哥就要到我这儿来了，以后啊，咱们三个人就在一口锅里吃饭了。哥，这事儿你怎么没跟我说过？啊，是刚刚才跟胡爷定的。你脑袋是不是有病啊？想一出是一出的，用得着你给他当差吗？哎，春花，你哥可是自愿来的，他在我这儿干不比在康乐当个二掌柜强啊。我就愿意让他当二掌柜。哥，以后没事儿少来这儿。这我们这老爷们聊得好好的，你插什么杠啊？我就是愿意插杠，怎么了？你没事还不走啊？胡爷啊，要不我先回去，咱们的事儿改天再聊。不，啊，哎，你说你，哎，秋月，我跟胡文林都已经说好了，只要我跟着他干，他就把货都还给咱们。我都已经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你不要跟着他，他现在可是个汉奸。真是的，你还不如春花呢。秋月，你听我说，秋月，秋月。你别抓我！你误会我了。其实，我进稽查队是李子健的主意。谁？
子健。对啊，他回来了，而且他参加了新四军。他跟我说，我在稽查队里对他运送货物有帮助。打日本人？你小点声行不行？你不是对他有意见吗？不是，我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吗？行行行，我大度一点。他最近可是要走了啊，想不想见他？他在哪儿？子健。子健。秋月。秋月。啊。我这次回来，恐怕也要请你帮忙。有事尽管说。我这次回来的主要目的，就是为了给新四军搞药。目前前方到了最艰苦的时候，整个医院只剩下了5条绷带。用过之后，只能把它放到锅里煮煮，拿出来再用。抗生素更是紧缺，有些战士本来不用截肢，却因为感染。有什么我能做的，你尽管说，我一定办到。你看这个，这是新人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另外有样东西，之前一直忘了给你。真没想到，这么一瞬间，在你这儿竟成了永恒。谢谢。秋月姐，你还记得以前吗？我叫你替我喝奶茶，你就是不肯喝。现在啊，终于让你喝上了。大小姐，这奶茶真好喝。你又忘了咱们的约定了？什么？我说过，咱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就叫我菲儿。哦，我爸说了，他这次出来多亏你出手相助。他们在国际饭店订了酒席，给你压压惊。你选个日子吧。这怎么行啊？当年我秋月能在上海立足，多亏了你和太太收留了我，这次救你父亲，于情于理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如果说一定要摆酒席的话，那也应该是我请你们才对啊。我爸都说了，这事交给我了，你不能让我完不成任务啊！拜托你，好不好？嗯，菲儿，嗯，我想请春花一起吃酒席，可以吗？春花，嗯，这次救你爸爸。春花出了不少力，让我觉得以前对她的看法有点偏激了。酒席是为你摆的，你请个人当然可以啊。菲儿，怎么了？神神秘秘的。他又走了。昨天晚上，他说他什么时候回来，能不能回来，自己也不知道。他让我转告你，忘了他，把他像这张照片一样放在心里。Thank you.
身在乱世，也许只能这样。我走了。等等。你这是干什么？秋月，你别误会，这是我爸妈让我给康乐急用的周转金，他们怕当面给你你不肯收，知道我面子大，让我交给你。这怎么能行呢？你们的货都被烧了，损失比我们大，就算我再困难，我也应该自己想办法。我们家大业大，这点损失算不了什么。秋月，为了康乐，你就收下吧。袁家大小姐的请帖让秋月姐给我送了，这是秋月姐的主意吧？春花姐，请帖是送到康乐的。请帖能送到康乐，为什么就不能送到我这儿来？不就是嫌胡爷跟日本人做生意吗？那严家卖日本货，他们就觉得光彩。把请帖拿回去吧。春花姐，这个我不太好跟秋月姐交代吧。就说我不舒服，拿回去吧。徐老板，啊，请。哎，好。春花，玛丽亚来了，帮我招呼一下秋月姐。哦，好的。来。徐老板，您下个月没事儿可要多到这边来呀。一定一定。玛丽亚来了，你过来帮我照顾一下徐老板。哦，好的，好好喝。啊，您先忙。徐老板玩得高兴一点，以后常来。哎，好的好的。徐老板，生意可好啊？托福托福啊。秋月姐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自己生意难做得很。你看那些客人难缠的要命。哎，你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儿来啊？我就是想你，过来看看你。我也想你啊，我还真说过两天去看你呢。春花，我是专程过来给你送请柬的。哎呀，我觉得我还是别去了，我怕到时候扫了你们的兴。你要是觉得请柬还不够分量的话，这个你看看。啊，你怎么会有那个时候我们逃命的照片呢？你忘了，这是子健给我们拍的，那个时候他还是记者呢，挂着一个相机。对对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时候他拿了个什么东西，我以为是新式武器，吓了我一跳。春花，我们俩是好姐妹，就应该在一起。来吧，我等你。这是按照你的要求订的房间。菲儿，这房间是子健让我订的。子健？嗯。他会来吗？他不会来，他让我12:30把包里的东西交给屋里的人。你最近还好？大家久等了，很好。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来啦。哎呀，两位大小姐出去嘀咕什么去了？啊，我们在商量今天的第一杯酒到底应该敬给谁呢？当然是你了，你的心胸胆识叫我敬佩不已啊。这以后啊，我们就管你叫杜老板了。严老板，您这不是折煞我吗？你还是叫我秋月吧。从今往后啊，
我们一心和你们康乐就是一家人了啊！来，来，大家一起来吧。哎，好，干杯！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哎，来，干！这里面好热闹啊！哟，林木先生，林木君和我在这里小聚，听说严老弟在这里设宴，我们也来凑个热闹，不知道是否欢迎啊？我当然欢迎了。林木先生和兴达兄能光临同聚，是我们的荣幸啊！是啊，是啊，两副碗筷，哎，来来来，过来坐，坐吧，来啊，菲儿小姐，几天不见，你又长漂亮了。有机会一定要让我好好欣赏欣赏你的舞姿。哼，秋月啊，你的气色蛮好的嘛。康乐最近生意怎么样啊？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出来啊。谢谢李老板。我还有点事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哎，这啊，秋月姐，我跟你一块儿走。哎，长官，外面太乱，送送两位小姐。是。小孩子家，不要见怪啊！来，怎么办？我有办法了，走。来，来，严老板。我觉得你的女儿好像不太愿意看到我。哪里哪里，这个孩子小孩子脾气，是啊，管教不好，多多原谅啊。有脾气的女人得找个好男人来管教啊。啊，对对，比如说我。哼，林木先生，你不是在说笑吧？是呀，林木君，国泰今天有新片试映呢，你本事这么大，肯定能弄到票了。哎，这啊，只要能让菲儿小姐开心，再难办到的事，我也能够办到。饭店，这个小房间只来过一个人，是白种女人，喝了杯茶就走了。白种女人？啊，对。